是我在包球用的，你看很脏啊。我在看到谁？我在想一下，他什么方式来？我一下，我来。可是那是练习的时候，他打击的时候也是完全不知道。啊！快打！快打！哦，会把他把他内化掉的。因为到时候你打击根本没有办法去想太多，他就是顺着去打。那你是练习的时候可以去尝试，然后上场的时候就是让他顺顺的，他不要太刻意说我一定。帮他拉正一下，垫子，他的控球，你不要让他有机会掌控球问题，能让他下